生，我靠你的，你要保守伊十分平安，因为伊，我靠你。圣诗246首，上帝疼痛胜过一切，会众请起立。心来祷告，感谢上帝眷顾我们经历最艰难时刻，每日落实自主健康管理通报，让身为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家人得以放心。我们要为院长室主管团队祷告，求神赐智慧、合一、谦卑与与主同行的心，在未来的指标及方向求神带领及光照。在医疗各个肢体的连结及信仰的扎根，求神帮补我们所不足的，愿神赐能力在各科部的管理能力的需求调配跟调度培训及研究教学，让每个环节在共识上串联得宜，也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百姓向你献上祈求，求主释放和睦在当中，使两国政权可以尽快以和平的方式达成共识。神的恩惠与平安要临到这两个国家及旅居第三地的人民，擦去他们的担忧及悲伤，也保守全球经济层面的伤害降到最低。我们也要为同仁中丧失亲人及肢体病痛的，求神赐下怜悯及平安与他们同在。你的话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前面的道路有你的带领，让万事互相效力，荣耀主名。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求，阿们。今天的圣心节记载在启示录21:1-6。启示录21: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第5，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赞美，终极时班，每份的诗是恁着向耶和华唱歌。Thank you.
当机师范的献诗信息分享，欢迎湖南迪拜牧师。牧师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基金会牧师。牧师今天带来的讯息是上帝创造以来的计划，新天新地。守护台湾人民健康的张基的院长、副院长，还有牧师们，还有所有医疗和医护的斗士们，大家平安。平安。今天很荣幸有这样子的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信息。前些时候我在 Facebook 里面看到一则很有趣的贴文，有人问说：“你相信有诺亚方舟吗？”回答的人说：“以前我不信，但现在信。”那问的人说：“为什么？”回答的人说：“因为我住在台湾。”这个贴文的对话似乎暗示着我们，整个世界都笼在新冠病毒当中，但是唯独台湾没有被新冠病毒淹没。台湾就好像旧约圣经中洪水诺亚方舟一样，我们被上帝保护着。那事实上，台湾大部分的人民都坚持相信民主、自由、和平是我们台湾人民生活的显象，这也是上帝赐下爱子耶稣基督来带给人类和平喜乐的目的。那过去有许多国家原本不把台湾当作有必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地方，就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相信原来有这么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爱好和平的台湾小岛，是值得世界学习的国家。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从目前台湾社会稳定的发展来看，我们看见了耶和华是信实公义、好怜悯又仁慈的上帝，同时我们也一起见证了耶稣基督使被压迫者的自由。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启示录21:1-6的经文。我们知道启示录是耶稣的使徒约翰在西元81-96期间，就是主后的这个期间，当他被罗马皇帝放逐到巴摩岛上所写的，并且寄给当时遭受罗马帝国迫害、残酷迫害的基督徒。从教会的历史的文献文献的记载，让我们知道当时的基督徒是被逼穿上兽皮，然后将他们压在斗兽场上，被野兽撕裂吞食，或者是将基督徒和木材、干草绑在一起，然后制成火把来烧。耶稣当时的门徒都因为传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而殉道。我们一起来看当时的基督徒被压到斗兽场喂狮子然后被焚烧所有的门徒都钉在十字架，只有彼得因为不配跟基督一样所以他用倒吊的在十字架上为什么
基督徒在当时的罗马皇帝统治之下破坏得那么惨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罗马皇帝宣扬自己是神，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自认为神的罗马皇帝一定希望所有被他统治的人民都必须效忠他。那结果基督徒所敬畏的是什么？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那这样的信仰就抵触了效忠罗马皇帝统治的权威。那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基督徒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以后，有将近300年的时间被罗马帝国迫害。一个被迫害三百年之久的宗教，以常理来说应该不会存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永续经营。那事实上我们知道，撒旦一开始就让人类掉进死亡的恐惧中，使那些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完全丧失对上帝永生盼望的信心跟耐心，当然最后会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在上帝的道路上，我们现今的苦难是什么？现在的台湾社会，在过去教会的努力之下，以及现在大家的努力，让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向耶稣所赐下的和平，并积极追求民主自由、安居乐业的生活。台湾现在不再有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跟人权迫害的霸权，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我们很容易失去上帝周末审判的忧患意识。有一个小故事， 我相信有很多人听过。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位基督徒的弟兄做梦，梦到梦到被天使带到一个礼拜堂参加主日礼拜。那在礼拜中，他看见钢琴师非常用力的弹奏，但听不到钢琴的声音。然后他看见诗班跟会众们唱诗歌，但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最后呢，当牧师站起来祝祷的时候，只看见牧师的嘴唇在动，但也听不到祷告的声音。那当时这位弟兄觉得很奇怪，就问那位带他的天使，为什么主日礼拜这样没有声音？结果天使回答说，你听不到什么，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听的。这些崇拜的人并不是在敬拜上帝，他们只不过是履行外表的宗教仪式罢了，他们的心却毫无感动，上帝也并没有听到什么。在安逸的生活中，教会虽然推动了和举办了很多活动，比如社教周年的感恩礼拜，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等等的活动，在一切礼拜活动流程结束之后呢，看起来大家好像似乎好像满意教会一切的事工都能够如期的进行，完满的结束。但是教会的信仰团体好像缺乏了什么？
若认真的思考，大家好像只在乎现状的满足，却不是那么在乎上帝永生的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世界末了，终末，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愿人人都得救的计划。如果我在我们，因为我是前年七月因为疫情的关系回来，那到现在我在我们中部中会，我参加了很多的活动，教会的活动，似乎我所看见的就是我们不是那么在乎上帝愿人人得救的计划。事实上，不论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我们都活在当下世界的趋势，而基督徒都不能置之度外。如果我们认真的思考，我们会发现世界就是有善恶对立的张力。刚刚我们来看看现今的世界，大家都忙着应付俄罗斯、中共的霸权，尤其无神论的中共。习近平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不仅打压自己的人民，更处处威胁其他弱小的国家。人类在死亡的威胁中，往往丧失那上帝行公义、好怜悯的本质。那事实上，中国有14亿的人民，在少数中共的霸权之下，中国人已经失去了真自由、民主平等的勇气。这就是撒旦的计谋。台湾的人民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坚定走在上帝公平正义、有仁爱、有怜悯的本质上。我们回头来思考一下，启示录的这段经文对当时被迫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上帝的怜悯，耶稣借着圣灵让约翰看见了上帝的启示。老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看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泣、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已过去了。当时被罗马皇帝迫害的基督徒读到和听到约翰以上这段信息之后，耶稣死而复活的圣灵让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安慰跟盼望。他们因此对残暴不再恐惧。事实上，这个信息对当时的基督来说是何等荣耀的奖赏，因为他们知道新耶路撒冷是上帝所建造的，是上帝所经营的。要进入新耶路撒冷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当时基督徒所羡慕、所等候的一座城。我相信这个新地、新的新耶路撒冷不仅仅是基督徒我们所等待的，事实上它也应该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所盼望的终极归宿，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天堂。而且有很大的声音从上帝的宝座上发出说，
他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没有悲伤、哭泣跟痛，以往的事都已经过去了。这真是何等大的安慰，尤其是对正在饱受苦难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如果来问问犹太人，到底有没有上帝？我相信他们的答案是很肯定的，因为他们遭受了迫害，他们仍然坚信有上帝。虽然当时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迫害，但是当各地发生瘟疫的时候，基督徒们却愿意出来帮助那些饱受瘟疫困扰的居民。今天的经文相对的，对我们现在的人和教会来说，有什么样的可以激励我们人心？事实上，圣经上的初代教会的基督徒都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配得上进入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耶稣升天以前，在马太福音25章32到36节这样说：当人子作王，天使和他一起来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同时他要聚集地上的万民，他要把他们分别出绵羊和山羊。然后作为王的耶稣要对义人说：蒙我父亲赐福的人啊，你们来吧，要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生病了，你们照顾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这里耶稣所说的帮助，除了基督徒之外，也包括了非基督徒在内。不仅有贫穷的人、软弱的、生病的、无依无靠的人，而且也包括了犯罪坐牢的人。当人愿意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也就是帮助耶稣了。所以耶稣说：蒙我父亲赐福的人啊，你们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感谢天父上帝，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在亚当夏娃还没有得罪上帝以前，上帝早已经应许说，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是美好，而且都是他所喜爱的。因此虽然旧有的天地人间因此撒旦死亡的罪性都会毁灭，但是耶和华上帝却亲自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以无罪的第二个亚当的身份，成就了上帝爱世人的旨意。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的救赎，淹没了我们现在充满撒旦罪性和死亡的世界，并重新建造了圣洁的新天新地。这是耶稣升天为我们预备的。在今天的经文里，上帝让我们看见的是将来永生的居所，不是在天上，不是大家所有的天堂，而是就如今天的经文说，上帝将天上的家降临在被他翻新的地上的新耶路撒冷。从今天的经文，耶稣让我们知道，能进入上帝永生新地的
人，是那些用真诚的心爱上帝、爱邻舍，以及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更是那些愿意行公义、好怜悯、为那些弱势者发声的人。我常常说，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100多年前，若不是他差遣马街，兰大卫及玛雅各医生来到台湾的南部、中部、北部做医疗的宣教，在我们的需要上做最好的服务，或许我们台湾现在医疗不会那么发达，也或许我们无法享受现在那么的好的医疗。我因为被差派到沙拉越做宣教，他们我不敢回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医疗很欠缺，他们的死亡率很高。台湾的死亡率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真的是可以成为世界的榜样。那我们来看，就是来到台湾的这些宣教士，那我特别把孙雅各宣教士夫妇来放在里面，是因为他跟我在沙略的宣教有关系。那上帝不仅差派医疗方面的宣教士来台湾，他也差派了美国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孙雅各跟苏联的宣教士夫妇来到台湾，成立了接待总会，在台湾各地从事社会服务的宣教。今天台湾的社会服务之所以那么先进，可以说是因为孙雅各宣教夫妇他们在台湾各地所设立的慈善事业所扎下的根基，从成为后来台湾政府和社会推动社会服务所依循的非常良好的基础。在孙雅各宣教士晚年，他呼吁台湾的牧师们，我们差派我们的原住民牧师做宣教士到南洋2400万的原住民那里去。所以他们当时预定了就沙漏月东马沙漏月这个地方。那在1967年孙雅各在去世以前，孙连连女士就召集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概18位的牧长，成立了台湾分级海外宣道会，然后积极招募海外宣教宣教士。这一张图是我在三光杂志我们原住民以前有一个三光杂志，我在那边把它copy出来的。那后来1968年开始就拆派了第一批，有从右边开始是吴明义、陈荣福、高清贤跟林静言牧师，是台湾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去沙拉越。那后来1930年以后，1971年又差派第二批宣教师，是有牧会经验的，比较老的，大半都是几乎都是一神的。然后从右边开始是李学胜、陈转火，然后呢张天成，最左边那个是我父亲前守哲，前守哲。那在右边这个图有一个图在最站着的，从左边第二位，从左边开始第二位那个躲在后面的那是我了那是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
台湾那时候响应南洋的宣教，所以他们设立了宣教组织募款海外啊宣啊海外的宣教基金。那当时也有海外的，有阿拉伯的基督愿意支援南洋的宣教。他说，第一批的是你们台湾自己来，然后第二批的我们来，这样子哈，在沙罗耶十年的宣教的基金哈。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带到。所以这个宣传单，哈，里面就是有请代祷奉献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台湾啊的教会都响应了这样子的事工。那因为当时的沙罗耶是赤道雨林区，需要船，需要马达，需要船夫才能够进到深山里面。哦，他们当时哈的。的那个藏屋啊，他们喜欢在藏屋里面的长廊啊，他们的公共的地方啊，来聆听上帝的话啊。我很喜欢这个图片，是因为我记得应该都是在晚上礼拜。那在晚上礼拜的时候会放一个煤灯，那只有在煤灯之下人。会被照亮，周边都是暗的，所以我那个印象很深刻。当时因为宣教基金的充裕，所以他们放胆的在沙雷各地传福音。那有星星的这个部分就是他们的宣教的合唱，所以大概就是沙雷的一半。目前针对因为那时候他们是针对卫理公会一万组的教会来宣教，现在一万组卫理公会的一万组有五万多的基督徒啊，五万多的基督徒。那2006年呢，我们设立了这个中心，是因为他们的你看有五万多个基督徒，他们到目前为止只有五十几个宣教牧者。所以喂养的工人是少啊，牧养的工人是少啊，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宣教中心来培育年轻的投入宣教的行列。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些设备在里面啊。那目前礼拜的情形，早上是在教堂礼拜中心礼拜，然后呢？下午我们就会到藏屋，没有办法来中心礼拜的，那个藏屋的进度们做礼拜。那我们也有一些年轻的陪礼，那我因为是清华大学体育老师，退休的，所以我用，因为我是专门教网球，所以我就网球来吸引年轻人，因为那些小男生都不喜欢来到教会，所以用运动来。当媒介来让他们进到教会，然后他们的编制很好，我们布农者的编制也不错，可是已经失去了。那我是希望他们不要失去他们传统的美好的那个手工艺你看他们的那个草席就有一个花纹在里面，是他们的图腾右边这个其实是已经是已经有烂掉了，他们重新来修就变成那么漂亮的一个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才艺那这些西方教会千里迢迢冒着生命来到台湾服务台湾的人民，他们不仅融入台湾社会，最后也葬在说真的，他们不是为了地上的荣华富贵，他们都是为了回应上帝的爱，来实现耶稣升天以前向他们的门徒所吩咐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也就是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所以老约翰最后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上帝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那口渴的人不仅是爱慕上帝的话，更是愿意以喜乐的心参与耶稣的大使命，往外支援上帝的宣教。愿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大大的激励自己的信仰，让我们坚持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爱，对土地有情，将来都成为上帝新天新地的家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湖南迪拜牧师的分享。洗礼，请彰基教会小会议长陈清花牧师。大家平安。在126年前，我们的创办人来到中台湾，来设立我们医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宣扬上帝国。我想我们就是一直承继这样的精神，我们要努力把上帝国的福音传给我们台湾的每一个角落。那我想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成果，我们有两位我们的同仁要愿意来接受洗礼，在上帝的众人的面前要来做宣誓，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两位我们要受洗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吴金维弟兄跟许秀秀来洗礼。这时候来宣布，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这样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在耶稣的时代，他的门徒彼得曾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实习一样。今天我也要如此对吴金伟跟许秀秀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免的记号跟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结连在一起。如今你们要受洗，你们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回答我所要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第一个问题：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宝贵师吗？第二个问题：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
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这个时候我们来做洗礼的仪式。首先我们请许秀秀。许秀秀，我用水给你施洗，是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这个是我们请吴经理。吴经纬弟兄，我用水给你施洗，是你归于父子圣神上帝的名，阿们。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跟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是我来宣告，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彰基小会的权柄来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以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来赏赐给他们，使他们竭力以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里面遭到试探，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们能一生一世服侍你。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请晚会众啊，看我们首先请我们院长室的陈言跟我们的在座的牧师来做接纳。我们先来合照一下，然后再搬那个。请那个院长留下。我们首先请院长来，圣经，证书，我证书我放圣经。
还是谁？好，接下来我们请院长来颁发圣经，一个激励金的哈，礼券的。好，我们来献花。课程啊，我想在这里再邀请我们的员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哈，你有这样的心想要进一步认识基督教信仰，随时跟我们业务部来联络。业务部聚会通知：3月16号有医师团契的聚会，在下午5点半在9楼儿科医院室，邀请蔡茂堂牧师。讲题是虎年谈诗。第二个125周年的共创全人关怀，在4月9号的下午8点半，请跟院牧部报名。回应圣诗511首，阿乐上帝至高至尊，会将车起立。愿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拯救、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闭会默祷。